我们先选择一面墙，好，肩膀贴住，完全打开，从肩膀到背部，到他的腿部、合拢，甚至到脚跟，完全贴住于墙面。这样子因着贴住墙面而长期造成驼背的肩胛骨也会因为贴住墙面而打开。每天这样站着10分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驼背的问题哦。非常好，